宅女。天然呆选择了天然呆。你妹呀！好，两个人发出了争执。哎，所以秀敏是非常想要选运动系的。所以秀敏喜欢运动型，是吧？哦，很喜欢运动。那我最好奇的就是劝完全不犹豫的就走上御姐，所以你是喜欢姐姐类型的。我知道，他完全没有在管的意思，他只是视觉，你知道，看那个图片。所以你选的是图片。哦，他都不知道御姐什么意思。对对对。OK， 好啦，那刚刚我就说了，我们也是希望千里姻缘一线牵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牌子后头呢，就精心的挑选跟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同一类型的女生。是的。那数到一二三之后呢，我们就请团员们可以把这个牌子给拿开，看你们觉得后面的女生是不是很可爱呢？对，把他们拉出来。从后面拉出来就好。你选择的是小清新，那你觉得出来看到这个？